群群。等一下，这个游戏呢，直接讲坐骑呗。这什么鬼啊？哎，坐骑的，好，那一开始这就是迪卢哦，没有三只，该在跑啊，这是迪卢吗？来看一下小火龙，讲这还是当了我的资源吧。我不然开始来讲那个怪兽。魔化镜蛇，这也蛮可爱的。不然就讲排行榜了。排行榜战斗力第一名那个，排行榜还没出来是不是？